Hello， 大家好，我是佑哥。这场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在高端排位场里面，它非常的冷门，出场率只有 0.1%， 但是它却又非常的强势的一只角色，它就是麦克斯。哎，你听到麦克斯是不是就想要关掉影片的呢？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角色哦，绝对是没有弱的角色，只有你不会玩的角色。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我拿一只奎伦去给两个人完全不同人去玩奎伦这只角色，会玩的人绝对是玩的下下角，整场杀到爆炸。如果你拿去给不会玩的人，他再强势也是一只粪角，然后一下子被秒杀带走，甚至说他整场都杀不到人。所以角色这种东西绝对没有弱的角色，只有你不会玩的角色。像如果以佑哥的角色来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拿超人来给我玩的话，绝对是整场弱到爆炸，而且绝对整场被呛的。可是相同的，如果把超人拿给海牛去玩，那整场绝对是推到怀孕，哇，不得了。好，我这边用心良苦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打排位的时候，尽可能可以拿出你最擅长的角色，而不要就是看像影片啊，哪几只角色很强，你就是很勉强硬着头皮去玩那几只角色，然后去打排位，因为你看到影片他看得非常强。我只能说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好，那我们这部影片就正式开始咯，然后记得帮影片点一个大大喜欢，还有追随一下我的直播平台 Nolo Life， 在画面的右下角哦。这边我们发现一只残血美娜直接一个漂亮的壁咚成功的带走麦克斯啊，他的出场率在排位战士里面只有 0.1%。 你看到这个数字，你可能会觉得说麦克斯他是不是很烂啊？你这点你就错了。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这部影片从头看到底，就可以发现到麦克斯他到底有多强势。当然麦克斯每只角色一定都有他稍微弱点，我就稍微讲一下麦克斯他的弱点，就是还在于他的大招的冷却时间实在太久了。你看我这边大招冷却时间好像要个60-70秒左右吧，这个有点不符合常理。这边我们队友中路似乎打架打了起来，可是我大招还要8秒钟冷却时间，就稍微吃个野怪悠悠哉哉，等到我们大招冷却好就可以马上开启。在开启大招的时候，大概要等待1秒钟才可以去滑动，然后去找人物去做一个撞击。冲过去的时候，直接顺利的收掉一颗人头，再搭配莉莉安成功的，就是算是有一个人头加上一个助攻。这一场呢，对方也不是太弱哦，打到目前为止，在一个6-5来说，其实真的算是5-5的一场开局。这边再回到兵线上，稍微清一下兵线。你看我这边冷却还要40几秒，这个对于手机游戏来说，就是比较快节奏游戏来说，真的不符合常理。那我这边呢，说完麦克斯的弱点，我们接下来要说他的优点。优点就是在于我出我这套装备，我自己佑哥实测过后，就是他在后期绝对一个撞可以秒杀对方的软皮角，不论是射手或者是法师，甚至是刺客，除了坦克不行啦、就是其他射手啊、法师啊、刺客啊，都可以直接一套直接秒杀带走。我讲到这边，你是不是不相信？不相信，还是说你会觉得说传说对决还有更多只角色也可以一套秒杀带走啊？可是我必须要说的是，麦克斯他可以绝对100%，他完全不用去蹲草，他完全不用去找进场时机，他只要会开大招，然后你只要滑对你要撞的英雄。我这边是直接撞对方的刺客甲虫，瞬间把勇也一起带走，然后再击杀掉对方满血的甲虫，还有对方的美娜。其实麦克斯他就是这么强势，而且这场要记住是5-5开局哦，绝对不是说什么一个大顺风。可是他的杀伤能力还是这么强，但是他的缺点还是我刚刚说的，他的大招冷却时间太久了，就只有这个缺点。好，这边稍微反一下对方野区。麦克斯啊，他算是有点牺牲打的英雄，而且佑哥自己尝试过，所有英雄里面唯一能够去阻挡得了麦克斯他的大招的只有一只英雄，那个就是安奈特。因为安奈特他的大招只要放下去，他不论什么地形，麦克斯都会直接被他挡住，所以麦克斯唯一只派一只角色，那就是安奈特。好，佑哥这边讲的这么清楚又明白了，你还不去玩看那个麦克斯吗？像麦克斯，你看我这边只是有时候可能开个大招，按一下刹车，我的大招就要等个50秒，真的太久了。希望官方可以对于他的大招做一些改动，而不是
它一直放在冰箱里面，我觉得不对。可是它大招真的一冲太痛了。我这一场的大招基本上就是一冷却好就可以马上起飞，然后马上去抓一个人。这就是我玩麦克斯呢可以非常强势的方法。这边再等待一下，我们大招只剩下两秒钟就要起飞咯，各位。我们要即将起飞，瞄准对方的勇。对方只要软皮脚，只要一出塔就是这么可怜。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蹲草，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进场时机。只要对方看到对方出塔了，你就可以直接去撞他。这就是麦克斯他非常简单又好上手的原因。而且我真的非常推荐麦克斯给大家。我记得麦克斯没错，我好像常常那个免费送英雄里面都会有麦克斯这个选项，因为毕竟他是冷门角色啊，官方每次送都送那个冷门的角色。哇，这边稍微偷一下对方蓝 buff， 被对方金娜给发现，不过我们还成功的拿到了智慧全员。这边虽然有点鼻音，是因为我感冒还没好，就一个喉咙痛嘛，然后又鼻塞啊，流鼻水啊，就整个鼻音超重，然后说话就变这样，连我自己都听到，自己都吓死啊。不过我有吃药，我把药吃完，我还没好哦。好，这边看一下状况，我们队友应该是 OK 的。这边看到对方金娜开的大招，哦，我们大概等到一下金娜大招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撞那一只金娜。我说过，麦克斯他不用什么太多的操作，他只要你会开大招，你会瞄准人，你会撞到你想要撞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把他秒杀带走。我只能说一句话，麦克斯的角色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他的优点，好像我在卖角色一样，但是他实际上就是如此。他跟刺客不一样的进场方式就是，刺客你要去蹲位置，你要会抓人，你要看地图。可是麦克斯我只要大招一开，全部地图我都看光光啦。所以麦克斯就是这么好玩。一样，这边看到金娜大招结束之后，直接去撞对方的金娜。这边撞到之后，瞬间再次把对方满血金娜带走，然后顺利的逃脱。当然，如果你在冲的时候有队友配合的话，是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我一样说过，麦克斯他真的只要对方出塔，你就可以直接撞了。然后麦克斯，我说了那么多，我唯一的重点就是，对方绝对要在塔外面，你才可以去撞他。你不要傻傻冲到温泉，冲到塔下，那个真的是一换一啊，有时候还换不到的话，你就非常的亏了。所以一定要确定对方在塔的外面，你才可以撞，这是唯一的重点，其他没有重点了。就是只要有大招就开吧，就撞吧。这边稍微看一下中路哦，中路我飞过去的话，对方会站到塔下，所以中那边是不能飞的。这边成功拿到了红 buff， 再稍微推下兵线，先不用急哦，完全不用急，要确定对方出塔。这边先稍微吃一下凯撒，因为对方已经不敢出塔了，所以有大招先不开。而且对方其实也很无解啦，对方后排你看金娜开完大招就要被撞，勇只要出塔射也要被撞，那个科里娜卡只要去拆塔去分推也要被撞，瞬间直接一套成功的带走。我们完全不需要过多的一些什么蹲草啊，还是跟他 PK， 不需要。这边成功的逃跑，而且我们还带走对方的甲虫，因为他想要去分推，所以麦克斯也是非常去克制对方的一些分推角啦，非常的好玩哦，推荐给大家。这边看到的中路兵线已经进塔了，可是我们没有大招，而且我说过，对方只要在塔下的，我们一律都不可以撞。这边金娜开了大招，想必他非常生气。他这边哦，如果斩杀。我一技能用完斩杀按下去，金娜就可以死了。然后金娜一个残血逃脱，队友居然没有看到金娜，哇哦！这个金娜，哇哦！那我们就赶快复活吧。在复活之后，我说过，对方只要出塔就可以去撞，瞄准对方的勇，即将起飞，即将降落，我顶，瞬间秒杀。然后美娜开一个大招，对方三个人都围殴我，但是不用紧张，我是因为出了复活战甲，所以我才敢撞的。然后再收到对方金娜，但是这古墓实在是有点硬啊，他开大招的时候会回血，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啊！但是我这个麦克斯这个大招这一撞非常值得，因为这一波对方完全团灭，对方把所有大招都压在我身上，所以我算是死得非常的值得，而且牺牲的非常的棒。这场呢，就是我在排位8连胜的原因，
其实我没有拿出强势角，反而是拿冷门角，一样可以打出我的优势。这场呢就是麦克斯的排位场实战解说喽，记得帮我影片点个大大喜欢吧哦。这现在非常的鼻塞，然后喉咙非常的痛，拜拜。